可不可以？哎，这边我觉得褪色的大牌啊，褪色大牌，有没有办法把它弄得漂亮一点吗？这样，除了烤漆以外，我有看过啊，那个王路郎的教学，一个蛮不晓得要怎么弄啊，我要来尝试看看好了。他是怎么做法，你知道吗？把它洗干净之后再喷漆，一样喷漆嘛。喷完之后，如果蛮炫的东西，我也不晓得可不可以。我们是破除迷信也好，我们去尝试看看，等一下去做看看吧。啊，因为这个车到时候会报废的，所以这个我喷失败了没关系。可是不建议客人哈，还是说自己要去喷漆，因为大牌不能变造啊，不能乱改色，有时候还是会被警察抓。好，我们是来破除这个迷信这样而已。对，到底是真的可行还是不可行，我们来尝试看看。对啊，走。一样，我们全部都抹一抹，看水，地白先先了。哇，这次我就用手了哈，现在就没有机器了。双手问题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烤漆也不用怕，把它抹下去就对了。好嘞。那个漆了嘛，爱摸了嘛。那我们先底是白色，我们先喷白色的漆。一样啊，第一次不要喷太厚，才不会那么难干。怎么差颜色差那么多？对啊，还是有差、啊。哇，数字就这样，可是没多少感觉。嗯，所以这真的只能当实验了。对啊，我们实验到底可不可以这样而已。第一步做好了，再来就是换第二个步骤，喷黑的。对啊，有些搞不好人家已经知道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去处理，处理。给大家看，对吧？来，你看，好，哎，咖啡，茶茶哥要怎？不弄啊，啊，泡茶啊，泡茶，再见，哎呀，不用，弄我就拿泡茶啊。你卖我不要了，这不是泡茶，这茶果嘛，茶果冻啦，茶水，茶水，好贵哦，没有了。这样来，屁白壳好啊嘛，这啥意思哦？对，这就是。哇，百宝箱啊，百宝箱啊，我就摕一个挂嘛，我也摕一个铁粉的咩，到时讲我铁粉都去倒买。我讲我那个水甲倒去，我哪倒？我这有水平哦，所以这有小可困难的所在对不对？嘿啊，就咱挑战啊，那比赛我有两种，咱含慢，哦，啊，咱真正比赛就是可能真正嘛比赛，啊，对，咱到底对，咱实际看的嘛，对不？不快吗？我错了，又是扑克牌。水平嘛，那摩托利亚嘛，所以咱就安尼用落去。哇，嗯，三条石，有没有？这是白啊，我赶快你看，这边比较低嘛，所以我们没有那个那么精准的地方嘛，基本上讲水平。啊，你干木水平仪？水平仪哦。应该是不用的、啊，我们就慢慢来啊，慢慢倒，慢慢倒，慢慢倒，有没有？还是不够，有没有？师傅讲过，哇，目睭像笑，笑像亲，胸部多大我不晓得，我摸我就知道多大了。真的？对对对，今天，哎哇，不够啊！有人说看人知道是几？我没那么厉害，我摸就知道了。对，你还要摸？你不相信？你来，我摸看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教友的自告奋勇的？应该没有。把数字盖过去，好像不行、啊。数字凸出来的地方。对啊，好像大牌有点弯弯的。等一下啊，这边已经。对啊，我看一下啊、喔，所以大牌要这样，对不对？真的可以这样吗？网路人家是这样讲的啊。那像这种的洞怎么办？欸，问得好，再补进去。太麻烦了吧 ？view 有点出来了，是有啦，但这样真的行吗？好，我要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。这啥你知道哦？还想？这哇，水平仪。哎，水平仪。
哇，水平里奥顿嘛，哎、欸，超级贼哦，那超级，哇，超级贼哦，啊，这机不准，再来哦，有啦有啦，对，现在可能是脏污，我先把它拨一拨，好，好，看里面一下看看哈，没有。我慢慢来，好，差不多了。啊啊前啊左右嘞，有没有？有啊哈，卡管的呢，太卡管的。好，有啊哈，水平也都出来了。啊再来嘞，再倒水。这排是不是不平啊？一半跑出来而已。嗯。然后这边还有。这边没有啊，这个台湾、啊、我知道了，台湾淹水。对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好、哦，比如说这里六出来了，我们先喷六看看，看到底会不会喷下去，会不会晕开还是怎样？好啊，那中间这里要倒个水，哦，真的没有水啊，那就穷了。好、哦，来我讲一下，是谁发明的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哪个天才想出来的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来试看看。哦、真的可以吗？我拭目以待，我蛮难啊，我也蛮期待的。水盖过去了，喷好像就变成好像湿的，它好像会这样稍微往内。好、哦，你觉得嘞？不是我的错觉吧？不是啊，它就是。变，你看，往里面跑进去了。对。啊，这个应该是不能用那啊，吹风机，吹风机吹下去，水应该会乱动。对啊，对啊，或许可以啊，可是可能就要很精准，要很精准。可是你第一，有时候你使用越久，铁牌可能有稍微撞到，对，变形那怎么弄？嗯，对啊，变形还是变形？变形了，怎么变形了？变矮，哇，因为感觉上是可以，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它已经变成膜了。对啊，因为你油漆喷上去，好像感觉有点像水转印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种应该不可行，困难度太高了，还是有教友会的在教我好了。好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这样感觉不行，不然还有一种，我个人觉得啦，有可能是怎么样做比较好做呢？第一样，先喷黑的，颠倒做，先喷黑的，嗯，好，黑的喷好之后，再去把贴纸贴上去，就买贴纸，比如换你的车号几号，再喷白的。再把一二三四抠起来，这样是一种方法。哦，或者是你一样嘛，一样白的卡好的，可是数字是颠倒，就是把数字露出来再喷黑的。嗯，哦，这是一样，其实做法都一样了。啊，这个好，应该差不多，我妈拿起来看看。你看有真膜嘞，从这边，你看膜嘞，防水的，我你看，还蛮厉害的。好，我从这一边哈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它粘住了、啊，结果是要这样。没有教友会的，搞不好有嘞。这样，哇，那应该赛哈，那应该是赛啦。欸、那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靠腰啊，哇，那是配乐的那个，哦，加几条，加几条，然后，那你刚才违法的，哦，我唔知，可能违法哦，你能扣下去，扣掉自己的毛病，扣掉外的违法，所以我用起来感觉上是可以，可是困难度还蛮高的，哎、欸，你看像这个字也是，对，因为你要很难上去，对啊。或者是他们是一个字、也不对啊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他们有一个秘密的方法。好啦，那今天研究都到这边、欸。今天这样算成功吗？我是觉得，如果以我的标准，不算成功了。哦。对啊，因为没有很漂亮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还是各位教友啊，看到什么网络上有没有比较稀奇古怪的啊？哦、希望我可以呈现的，也可以跟我讲一下，我可以尝试看看。
对啊，好，记得哦，所有网友留言，教友们留言，对，好啊，今天就到这边喽，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咩裤啊？裤衩啦。裤衩。对吗？什么裤衩？我，但网友不是讲啊，你在看个最底的那盆啊，我不要。你也要吗？我怎么没有？你都不要，我哪会样啊？嗯，啊，伊两，伊就安尼讲啊，伊就讲放个水下底，吼，啊，俩水平了，伊是咪安尼？就像浮水雕一样，就会不用哦，漆的旁边这样，就会哇，你就不用去包，这样就可以喷漆了。我刚刚尝试了，可是就是，对，让它壁雕，对啊，这样，气化嘛，咱爱尝试，咱爱在，对吧？给人尝试了，发现。应该是可以的，可是技术不成熟呢，我们就算失败，对，就这样。